用心就是专业。志工林妙师原本就喜欢摄影，后来在慈济纽约分会接触到摄影课程，让他更喜欢用相机记录真善美。他在花莲美术馆举办展览，邀请大家见证社会的温暖。用照片捕捉独一无二的画面。长期定居美国纽约的慈济志工林妙芝，从1996年移民美国后投入慈济活动，也因此学到摄影的专业技巧。他专程将他的作品带到花莲展览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慈济，把慈济在纽约的活动，为这个社区做些什么事情，大致介绍一下。利用一幅幅的作品诉说时间、空间、人与人之间的故事。平常就致力于志工活动的林妙芝，除了透过作品来文化交流以外，也希望能够做更多利益人群的事情。就是要想把照相拍好，然后拍好一点的话才会有人买嘛，就可以义卖，义卖的所得我想做善款捐给慈济，这是我就是我最大的最的动机跟目的。林妙芝的摄影展即日起到4月12号在花莲文化局美术馆展出，欢迎民众一同透过他的镜头看见不一样的世界。大新闻吴崇文、翁国佳，花莲报道。